刚才听到有好有一两位说，应该是中国中文的业业的的钢钢琴琴曲，曲，还有不一是中国些的，刚才韩国的，最后一个是韩国的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韩国的，对，那些我不是太熟悉，不过听到好浪漫啊，非常浪漫。然后当然，crème de la crème 最好听的是这一首，对。是条香蕉，妈妈就说我是像香蕉，就是皮肤是黄色，里面是另外一个黄色。You know banana？妈妈，banana，banana，banana is fruit，banana。我们小时候学钢琴，爸爸妈妈没有很大的压力，所以就自己弹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。他这个作品我现在 old，我可能30年没弹过这个。But this is for you，送给你的。谢谢。